晚安，这些全球现场时间，我们就持续带大家来聚焦的是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最新消息。那目前美国媒体福斯新闻现在已经率先宣布，川普当选了，冲破270张的选举人票的门槛，获得了277张票。贺锦的部分则是226张选举人票。那现在关键的7个摇摆州，目前开票完成的是北卡还有乔治亚州，现在目前都是确定是由川普拿下的。好，另外在其他的5个摇摆州的部分呢，目前还在开票当中，但是呢，这个大势已定，包括了像是宾州还有 Wisconsin 的部分，现在开票进度已经将近是90%，那目前都还是川普是遥遥领先，稳定领先的。而另外在密西根州还有Arizona 跟内华达州的部分也是开票进度已经完成了一半以上，大概是5-6%，同样也都是川普领先。因此多家外媒现在都分析，川普当选已经是毫无悬念。福斯新闻也在台湾时间下午的大约2点钟已经率先宣布川普当选了。好，那另外呢，一向比较挺这个民主党的纽约时报的选举指针，现在也首度是指向川普胜选，风向看起来真的已经变了，预测川普的胜选几率已经高达了51%。那另外在贺锦丽的部分，当然这个阵营的士气就有点低落了。那贺锦丽本人也在稍早宣布取消公开行程，也不会对外发言。而在国会的部分呢，共和党这一回也是说赢得蛮漂亮的，在参议院目前确定已经拿下了51席，已经是过半了。好，民主党仅仅是只有保有42席，还掉了几席。那共和党是再度掌握了参议院。而另外在众议院的部分呢，目前选情还是比较焦灼的。那民主党籍的84岁前众院议长裴洛洛西他再次当选，这已经是他20度连任了。川普的选情其实在台湾时间的今天下午是大幅超前，一路是夺下了2个关键的摇摆州，北卡还有乔治亚州。CNN记者现在就分析，这其实是在意料之中。And CNN can project that Georgia will go to Donald Trump. Georgia, a very highly contested battleground of 16 electoral votes.This is the second of 7 battleground states that we have called, and both of them have been for Donald Trump. Let's take.另外在还在开票当中的其他摇摆州，包括了密西根、威斯康星还有乔治亚州，川普都是以51%以上的得票率是领先贺锦丽的。好，川普这一回的选举可以说是气势如虹，就连选前多家民调做出来都是很焦灼的摇摆州宾州也是成了他的囊中物。这一回激烈的选情逼出了美国社会族群里面最神秘的这一群人，艾米许人，就连他们都总动员出来投票挺川普。好，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这其实在宾州的投票所，在今年外头看到这些很罕见的，他们平常都是离群所居的艾米许人，他们是驾着马车前来投票，数量可以说是前所未见。其实艾米许人他是美国最神秘的基督教派，向来都是拒绝像是汽车或者是电力甚至手机这一类的现代科技产品。而他们今年力挺川普的关键在于，宾州的农业部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突袭当地的一座农场，就被艾米许人认为说是政府过度干预他们的生活，所以他们这一回决定要动起来，罕见的力挺川普。福斯新闻现在已经抢先宣布川普当选了，是以277票越过胜选的门槛。好，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呢，就是在全美各地有非常多的川普的支持者们，他们听到川普稳定领先的消息，情绪都相当的兴奋。He did a great job. He was very fearless, and he took care of Pennsylvania. And you know what? And we, it's gonna show. It's gonna show. It's gonna pay off tonight. You know that the people saw he almost got killed.There, so it's very historical that he's going to flip that state.许多川普的支持者们，他们是高举美国的国旗或者是川普的选举的旗帜，就在大街上头挥舞，说川普真的是赢得非常的出色。那么川普也在台湾时间下午3点多的时候发表了胜选感言，表示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好，川普现在的选情可以说气势如虹，他一举超越了半数的270张的选举人票，也缔造了美国历史上的纪录，成为了第2位他是跨界连任的总统。但同时他身上也有官司，是遭到2次弹劾还有被判重罪的总统。同时间他就职的时候也会创下当时候年纪最大的总统纪录。川普戴着标志性的红色鸭舌帽和妻子梅兰妮亚现身佛州投票。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希望有暴力发生。And I certainly don't want any violence, but I certainly don't have to tell. These are great people.
选前看似五五波，川普却从一开始就一路领先，而且七个摇摆州内，川普就拿下北卡和乔治亚州以及宾州。不过，一直公开支持贺锦丽的《纽约时报》在今天开票中果断认为，川普渴望赢得选战，风向转变为共和党。至于川普还在开票中的密西根州以及威斯康星州，川普都些微领先贺锦丽4%，可见川普在摇摆州是占上风的。We are now projecting that Donald J. Trump will win the state of Pennsylvania.不过今年大选，川普又故技重施，他在社群媒体上发文，指称关键摇摆州费城和底特律发现大规模舞弊的现象，费城警察局甚至两度出面澄清，选举非常安全，没有任何作弊迹象。To be clear, Philadelphia elections are safe, simple, and secure, and they have always been. There is no cheating. There's no smoke to it.People say things, but it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that it's true. 川普上一次2020年选举也同样发文指控选举作弊，这次又以同样手段在最关键的宾州扰乱，目前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川普的说法。尽管如此，川普目前的开票结果看似胜券在握，佛州的海湖庄园，他的大金主马斯克也出现会场。川普和马斯克在晚宴上交头接耳，一起等待开票结果。除了川普胜选之外，美国共和党也重新获得参议院的控制权。记者综合报道。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干燥与暗沉，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它添加五种 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强化皮肤修复，增加肌肤弹性水嫩，轻松抚平皱纹，换回青春自信。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护肤露、全效精华、精华霜，即刻启动冻龄密码。